一隊組合啦，叫阿格比通尼密斯。咁啊，我哋係好，我哋嘅夢想係希望用音樂傳揚正能量，即係用正能量去轉化身邊嘅負能量咯。啊，因為佢有兩個組別啊嘛，咁一個係原創嘅組別，一個係合唱嘅組別，咁我哋咪參加兩個咯。這個是我們今次合唱組，就是參加旋木，就是唱旋木的。那旋木是這首歌是其實都講到我們的心智，那這首歌是講一個無私的愛。那我們阿加皮的意思就是阿加皮就是一個無條件的愛，那其實都是我們的心裡面的一個想法來的這首歌。